盘点有趣的沙雕玩具。眼睛还会发光哎！哦，好像我们以前玩的史莱姆哦。这是在做寿司吗？这个我也玩过哦，钢铁侠，你就是我，天下绝不会有人。我跟我300多个月的姐妹，每天都在晚点上魔法小火锅，下个方便面，整点青菜，咖咖绿鱼饼，煎蛋，小虾米，香菇，咖咖丰盛，不能吃但是很诱人的小面条，做好又从兜里掏出来一套，烤个蛋糕推荐，巧克力的奶油装饰一下菜，还有草莓，太是那个了，再做个水果款，新鲜干净又卫生，蓝色跟小熊好配，粉色小兔也不错，比上班都忙，最后打包个双层小蛋糕，好开心。这个青蛙厉害。画的吗？哦，果然是